吸我上场部分。还有这什么？吹熄我上场。我不知道，不要看我。OK， 来吧，来 ，Take one， Action。这个台词的情境是什么？就已经他已经在生气了，你现在是对他说话的最后机会，你该怎么办？我还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扣子，我小尊，我小杰，我呱呱，亚拜，亚拜，然后这是弱智。哎，你今天怎么不讲话了？我们今天你们长得奇怪，看出我们是谁吗？其实我觉得难看出来，除了你以外啊，对，还有他以外，这两个很明显的角色，那我们三个就是一个。路人大雷啊，总之我们是韩漫里面的，就是我们都是 BL 漫里面的。我是那个 BJ Alice 的那个工，然后你是演化姐的工，然后你是世麦大鱼卡弗里，他、哦啊、是世麦大鱼卡弗里的。台湾还没有正确的翻译哦。然后这个是最近很红的，我没有看 BL 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正宫最渣的这位，对对对，然后在场就是有三个渣工，然后你不是渣工。你甚至不是 BL， 但是因为某个人都很喜欢。好了，我们直接来讲今天的企划，今天就是千寻的生日特别企划。有什么？有什么？就因为一些意外，他现在已经知道所有事情了。他不知道我们的企划什么，但他知道我没有准备惊喜。好，总之我们就是出了他喜欢的角色，是，估计是啦，我不知道喜不喜欢他，不知道他看不看。但他一直推这一部，我想应该可以吧。然后这个的话是多年前跟你出过是吧？对，我是彩蛋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彩蛋超冷饭。虽然不是 BL， 但是我觉得这对很香，所以就。然后这个是他极力推荐的漫画，他真的推我大概十次有九次。哦。总之我们就是等他来，我们还准备东西了。Go go。请问佳丽在干嘛？找视频。努力的吧。这里有一个江城的，你怎么不带？太紫了。来看一下唯一的古人，今日唯一古人，大家都有 dress code， 为什么你没有穿 dress code？ 因为我头发绑上来。没差了，其实我觉得古人就算了。我觉得他如果只要穿衬衫的话，也为难古人穿衬衫，我也觉得。对，准备一个到头了，但是我们还没有装饰，时间上有点叽里叽里，这里还白白的一片，但基本上场地处理好了。就差气球，大家都准备了礼物哎，是呱呱的，这个是小白的，这个是司马的，是蛋糕等等 ，Lady N 的，你很帅的一个人坐在这里，你要代言是不是？我现在摆这个渣男知识梗，他请，那我要戴帽子吗？我是流星雨知识，陪你去看，再去了解。Surprise！ 是你刚自己吃？你有谁啊？为什么你要 cosplay？ 为什么我要 cosplay？ 我要你看你 cos 五甲物吗？假发在你家，我要出什么光头吗？自己来看，我好紧张哦，逗逼逗逼哦，你不要再看着我好不好？什么？快点！是什么？哎呦我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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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
边看。好，我们先来，我们先猜拳来，拿着剪刀石头布，什么布子？不要在我旁边，我要听懂的。先，我要看我的脚趾。好的，压下吗？渣男小剧场。为什么是我啊？我要一个瘦啊。你要把你自己带入瘦的感觉。瘦，你现在是瘦。你进来干嘛？这是对爱人的拷问吗？总是问吗？你自己去玩。好的。可是你知道有个前提，就是因为小时候是 DJS 的狂粉，可是我不是 DJS。下一位。我没有扎过你，我只是不小心让你怀孕。我觉得我这孩子挺好的。是暖男，他从头到尾都只是第一小时第一开始就不小心把人家给办了。对，所以我不是渣男剧场，但让你怀孕。啊，好，谢谢老公。老公离场，下一位。累。예아겠습니다에노노인글리시소리他才冲在相亲，跟你只是玩玩，难道你分不清楚？我分不清楚，要叫什么？别人要叫什么？大人，就怎么感觉大人？你才最渣，人家名字都不知道，是吗？叫人家不要走。好近好近。你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在里面有台词。
你愿意在我身边一辈子吗？嗯，結婚しよう。結婚しましょう。はい。我喜欢不是韩文。那照顾你一辈子吧。这太快了，太快了。那孩子了，孩子已经有孩子了，已经有孩子，孩子会受不了，孩子会受不了。那是有我追到吗？追到了，有成功了，追到了。耶，下一个，你要看台词吗？笑死！你有盯到他的眼睛？盯我两个？可以可以，看起来看起来有，看起来有。盯，原谅我，以后只会对你温柔。哪里学功夫？不要啦，不要，结束，结束。好，所以我也失败对吧？你也失败，好，对，失败。好，那我们，我们。我们再进入庆生环节，耶、yeah, ！开心！老师祝千寻生日快乐！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生日惊喜。你有什么感想吗？就是大家都蛮好的，就是缺了瘦，希望明年有瘦。OK， sure。我明天想要办点就是那个草，或者是家具、家饰、窗户之类的。嗯，那你就，然后我就可以带抽绳界的那个套头娃娃。你说像啥 ？GoPro 那个就是，他就当件 GoPro， 然后穿那个家具就可以传承下去，就做一个就好，然后大家可以当 GoPro 或者当草树木，大家都可以开心的偷拍男人。生日快乐，千寻生日快乐，千爷生日快乐，记得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所以这种直播你开心了吗？啊，什么不开心？什么不开心？我现在是生气傲娇小牛，生气的伤透心的，的什么猪猪？对不起。谁要给谁惊喜啊？总有一次我们要被给惊喜的感觉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